疫情时代，国旅大爆发，为了提升台中特色商圈人潮，带动周边观光经济消费买气，台中市观旅局推出振兴计划，规划四条在地商圈游程，结合旅宿、游乐、温泉、伴手礼和观光工厂等产业，吸引全台民众聚焦台中，亲自走访感受台中在地风情，振兴商圈和周边观光产业发展。